问一下哈，你希望中邪大卖，还是希望拿到金钟影后呢？这部鬼片押对宝，凑齐准金钟是敌是后。下一条，周晨主演新片《中邪》举办首映会，新娘在婚礼当天上吊身亡。我叔叔说的送了中，就是送他。拍了这一部，老实说，我到现在还没吃，真的看了就会有点。我们的气质跟粽子没有关系，大家都想说送肉粽，但是其实它是一个习俗。哎呀，这部《中邪》还真的押对宝，刚出炉的金钟女主入围者孙可芳，以及入围迷你剧男主角的阿西，都是电影班底。觉得被五雷轰顶，因为还在《中邪》的工作，所以就还没有真正的感受到那个真实感。那我们来问一下哈，你希望中邪大卖，还是希望拿到金钟影后呢？我很荣幸的得过金钟奖、金马奖的副影帝。今天呢，听说金钟奖又入围男主角，就算不管得不得奖，都得偿所愿。